秦管事虽然在吴彩云的挑唆下对林小竹曾经产生过误会，但在教学上还是尽心的，知道林小竹的力气比别人小，但技巧上的悟性却比别人要强。于是在韶功的练习上，主要是训练他的臂力，而且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。首先是在他的能力范围内，规定他在一炷香内完成既定的颠勺次数，一旦达到了这个目标，便再略略再往锅里增加一点沙子，一点点地增强他的臂力。有了第一次的比试和他解答出难题的经历，吴平强和周怀明显对他们这一组重视了许多，隐隐把他当成了强劲的竞争对手。但林小竹丝毫不在意，有了三年后的奋斗目标，他在学习上更为专注，他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，如果一个月后的颠勺考试他通不过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枉然。所以对于这些小妒忌小手段，他哪有精力去关注和在意。但他不在意并不代表本组其他人不在意。周玉春尝到了第一次的甜头，吃到了马教协奖励的菜肴，对于每一次的比赛都极为上心。不光是对杨宇进行了魔音骚扰，唠叨他懒不肯尽力之外，又拉着苏小叔跑出去打探敌情，然后跑回来道，小竹，吴冰强和周怀他们两组人都约好了下午劳动的时候抓紧点时间，然后来这里练一练刀工和勺工的，如果吃过晚饭后还有时间，他们也要来练。说完眼巴巴地看着林小竹，他一直在厨房里干活，虽然不知道林小竹在山上捡柴时去了哪里，但每天林小竹都很晚才回来，柴又经常让苏小叔帮着上交的事，他还是知道的。以前林小竹怎么逛都无所谓，可现在别组的人都加紧时间的练习，他自然也希望自己这一组也加紧起来。这个林小竹有些为难，如果没有要到清溪镇喝药和记老爷子菜谱的事，不用周玉春说他都会利用这些时间来练习的。但是现在药是一定要喝的，他还指望着喝了一个月的药他的体质能大大改善，到时他的力气或许能大增，而且也能跟苏小叔他们一样练功。至于老爷子的菜谱，那也是要抓紧时间记的，书放在山洞里总不是那么保险，要是还没有看完就被人拿走了，他到哪里哭去。你们先练吧，我得看看情况，以前吃过晚饭公子总让我去他院子里提水的，也不知道进了厨艺班后这水还要不要提，要是不用我就跟你们一起练。他只能含糊地回答，对晚饭前的时间如何安排打了个马虎眼，心里希望周玉春不再追究这么细。周玉春却丝毫不知道难得糊涂的道理，道，晚饭后就算了，可拾完柴后还有那么长的时间，你们也要练习的吧。林小竹张了张嘴，不知如何解释，正为难间，杨宇却冲在周玉春前开口了，你自己在厨房里做事挤不出时间来练习，竟叫我们来练，你倒打得好算盘。他今天就被周玉春数落了两次，早已很不爽了，这会儿见周玉春还要揪着他们练习，不由得火大，我在厨房里干活，只要把手里的活干完了就可以在那里练刀工或勺工的，李大哥和赵大哥还能指点指点我呢。周玉春一听这话就不干了，指着杨宇道，杨小懒，你大男人整天懒懒散散的像什么样子，让你多练点你就唧唧歪歪，你看看别组的人哪
个像你一样？难怪分组的时候大家都不想要你。哼，一个大男人混到这份上，你也不嫌丢人。周玉川。林小竹低喝一声，声音极为严厉。大家都是同窗，也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，所以虽然周玉春觉得林小竹厉害，自愿听从他的指挥，什么事都让他拿主意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打心里愿意跟奴仆一样被林小竹呵斥。而且林小竹对他也从来是和颜悦色，有时甚至还流露出一点小妹妹对姐姐的依赖之情，这让周玉春的心里得到极大的平衡。可这会儿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他严厉呵斥，这让他既意外又有些接受不了。然而当他诧异的抬头看向林小竹时，却发现林小竹微不可见地对他眨了眨眼，样子极为的调皮。他微微一愣，心里的气便消了下去，知道林小竹不想让他跟杨宇发生正面的冲突。杨宇，周玉春他不会说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林小竹暗自叹了一口气，开始做团队的思想工作。虽然自己颠勺过不过关很重要，但这一组人凑在了一起，要不是不能把大家拧成一股绳，形成一个团结有力的团体，也是一件很失败的事。而这一组人中，其他人还好，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杨宇了。这人表面上笑眯眯、懒洋洋的，一团和气，似乎谁说他都不在乎的样子。可他有一种感觉，这杨宇其实是一个极为敏感和傲气之人。当初他主动要求跟他们一组，或许就是那些男孩曾经流露过看不起、不愿意跟他在一组的表情。这样的人，如果相处得好，多加引导，或许就能成为组里的一名干将。若是相处不好，他撂了挑子，那整个就是一个累赘，而且你还拿他没辙。杨宇是什么人？看看这两天的表现就知道了，整一个滚刀肉，游离于组织之外，学习没劲儿，不跟人说话，也不跟人打闹，但成绩既不出挑，也不会是最后一名，让你挑不出他的优点，也找不出他的任何缺点。对于这样的人，林小竹自认为还是有办法的。傲气的人最不能威逼，周玉春的方法不但不管用，反而会激化矛盾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。这杨宇别的班都不报，就报厨艺班，而且一来就跟马教习说了他很能吃，再看看他这一身的肥肉，那绝对也是一吃货，喜欢吃就好呀。想办法在他驴头前挂上一串胡萝卜，不由得他不跑。哼！被周玉春这样指责，杨宇果然是很不爽。不过他也懒得跟女生吵架，转身就想离开。却听林小竹的那一声呵斥，又被下山拉了一下，这才停下了脚步。林小竹笑眯眯地道，杨宇，不知上次马教习炒的那个蛋你吃到了没有？要说这群人里最让杨宇看得顺眼的就属林小竹了。林小竹这几天在厨艺上的表现出来的能力还是很有震慑力的，虽然杨宇没骨头似的懒懒洋洋地靠到了墙壁上，却还是回答了他一句，吃到了。我跟你说说我那天跟吴平强在公子那里吃到的好东西吧。林小竹微笑道。